他带五个小孩嫁给他的他妈妈嫁给他的继父，他继父有三个小孩，这加起来八个小孩。那他这个妈妈心中，他妈妈从来没笑过，他说他没有见过他妈妈笑，很辛苦哦。他是为了小孩，所以在假的。啊，那个继父啊，那个继父他会打人，喝酒之后会打人，可是他妈妈只能照单全收，因为为了孩子，心中一直想着，只要你们长大，只要你们长大。只要你们会赚钱，我都要甲伊切切安尼。每天都在讲的同样的话，一路安尼讲，那个继父可能会待你的妈妈如自己真实的妻子吗？不可能啊！钱啊，食饭钱要算甲拄拄好诶，这日子怎么好过？所以他妈妈一辈子没有笑过。他不是因为欲火烧心，他是因为无奈的业报。也有这种人嘛，对不对？